综艺天王吴宗宪出新歌还拍 MV， 不过这可不是他的最新专辑，而是担任游戏代言人的他手痒为游戏写歌。由于自己也是靠游戏打发时间放松心情，这一次创作歌曲只花一个小时就打完收工。我的助理就敲房门说：“宪哥，糟糕，他们说那个明天可不可以就要这样？我就在10分钟之后。” 给他这个歌词跟这个旋律，只要一有空就开始玩。吴宗宪可不是随便说说，不只能清除解说游戏玩法，还自创3指连打技巧，连造型师整理头发的小空档也不放过，很疗愈，然后呢，这个杀杀时间，然后让自己觉得身心很舒畅。对，我通常也就是玩一玩，然后啪就手机都在我的床边。 然后就睡着了。手机游戏市场竞争激烈，为了行销，业者更是使尽全力。这一次出奇招，找来吴宗宪代言，还自编唱跳神曲，光是影片点阅率就成功达到宣传效果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